大家好，我是月涵。在很多农村的地区呢，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么一句话，那就是人上了年纪呢，要有三老。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三老到底说的是什么呢？那今天呢，月涵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。首先呢，这第一老就是指的我们常说的老伴儿。有一句话说得好哈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这句话就是在告诉大家，两个人年少的时候呢，结为夫妻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时间，等到老了的时候呢，还能相互陪伴。比如说隋文帝杨坚和孤独皇后哈，尽管是几十年的宫廷政变，风风雨雨的，但是身边不变的还是自己的伴侣。所以呢，人这一辈子除了父母子女之外呢，关系最为亲密的就是自己的伴侣了。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呢，身边还能有一位老伴，有他陪着你说说话、散散步，来照顾你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那第二个老呢，就是指老房子。现如今很多人奋斗一生，目的就是将自己的房子呢留给自己的子女，我相信这是很多老人的想法哈。但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留给子孙再多，我觉得还不如教会他们生财的方法。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，再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，到老了以后与其在子女家里轮流住，还不如在自己的房子里呢住得舒服。所以呢，人上了年纪呢，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老房子。这第三个呢，就是老底子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人只要是活着一天啊，衣食住行人情来往呢，都离不开钱，更何况是上了年纪呢？上了年纪就容易生病，生了病又是很大的开支，很多老人呢都指望不上子女，也或者是说不愿意去麻烦子女，所以呢只能靠自己。但是人老了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哈，挣不来钱的，能指望的就是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老底子了。那同时呢，子女是父母永远的牵绊，老人也希望在自己去世以后呢，能够把自己的钱给孩子留得多一些。以上呢就是老人说的一定要有的三老。我觉得在我看来，对于老人们来说，无论是哪一个老，说到底呢都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依靠，好让自己更加幸福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俗语呢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留言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